科普中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答疑课堂。今天的内容，我们来聊一个关于植物排泄的问题。众所周知，我们每天都要喝很多水，之后需要上厕所，这时会排掉体内一定的盐分。而植物每天也会喝水，无论是人为浇的水还是地下水，里面或多或少含有盐分。水在空气中干了以后留下的白色残留物中就含有盐分，而植物每天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后，又通过叶片上的气孔蒸发掉许多水分，水分蒸发了，里面的盐却无法带走，会逐渐在植物体内积累起来。可是植物既不撒尿也不拉屎，它们是怎么把体内的盐排出去的呢？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想要知道植物是如何排盐的，就不得不提到植物的一个特有的结构——液泡。液泡是由单层膜和细胞液组成的，存在于植物的细胞中，属于植物细胞的代谢库，起调节细胞内环境的作用。在植物生长初期，液泡在根尖、茎尖等处的幼细胞中呈球形，数量较多。细胞成熟过程中，由多个小液泡融合成大液泡，所以在成熟的植物细胞中形成了中央大液泡。液泡的功能主要是调节细胞渗透压，维持细胞内水分平衡，积累和贮存养料及多种代谢产物。液泡膜具有特殊的选择透性，使液泡具有高渗性质，引起水分向液泡内运动，这对调节细胞渗透压、维持膨压有很大关系，并且能使多种物质在液泡内贮存和积累。贮存和积累在液泡中的物质包括糖、蛋白质、磷脂、单宁、有机酸、植物碱、色素和盐类等。正是因为这种蕴藏各种物质的特质，所以也被称之为植物自带的垃圾箱。那植物是如何通过这个垃圾箱排泄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植物的方式就一个字，等。随着时间的增加，储存的垃圾越来越多，细胞液日益衰老，植物里面的液泡就越来越大，几乎占据了细胞全部体积，把细胞核和细胞里的其他物质都挤到了一边。最后垃圾箱里面的垃圾装满了，就是叶片该脱落的时候了。植物会回收细胞中的有用成分，然后启动叶片脱落的过程，最终在植物本体和叶柄的基部之间形成一个隔断层，风一吹叶片就掉下来了，最终这些废物也就随着落叶一起被植物丢弃了。所以植物排出盐分的方式就是等它自己凋零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满地的落叶，满怀伤感地听着音乐，走在山间小路，小心翼翼地踩在落叶上，感受着清脆的响声微微震动我们的心灵，亦或是品尝一季的苍凉，静静地望着枫叶美景，在秋天金黄的草地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火红，可能一阵暖风过后如蝶般翩翩起舞，又归于沉寂。我们是否会为这一瞬驻足凝望，为这一夜感怀忧伤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挽回一片落叶，让它重回枝头，鲜绿如初。好像我们错过了长河落日的悲壮，只能享受这古道斜阳的凄凉。但看了本期的内容，你就会发现，落叶并非生命的凋谢，而是生命的排泄，换言之，也是一种轮回，一种循环。想到这儿，是不是感觉一点都不伤感了呢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。